因为会吗？你觉得会不会？因为我觉得，如果说以我是，好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教书教了将近20年哈，那要教导小孩子，你要能够去节约能源，还有好好爱护地球。其实以我来讲，我一开始在编这个教材的时候，我编得很严肃，对，所有老师看完就说，哇，老师你真的是老师，你真的是在上课。对，但是后来我转换心情，我来想，与其要我们一直跟孩子讲，你现在身边有好多的危机，电用太凶啦，能源已经快不够了，与其这样子，我觉得让孩子自己来做演示，所以我换了一个方法。好，那换了这个方法嘞，并不是要让孩子们没有方向，那。接下来的这个东西嘞，我就由各位学员当成是我的学生。那一样，我们由四组，由四组，请四组嘞，等一下来帮我做演示。因为与其我一直跟你讲说，你身边有好多的危机，那还不如您自己来表演给我看，甚至于借过你的口来帮我做演示的动作。好，不过在演示之前嘞。因为我们接下来是转换成台达新闻台，好，我们等一下跳动换到台湾台达新闻台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呢是要来转播能源新闻，对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主播，有没有人自愿要当主播？我会后会给他非常可爱的小礼物，有吗？是各组找一个吗？不是，我只要一个，对，你们需要男生还是女生？你喜欢看？男主播还是女主播呢？哇，真的吗？是女主播吗？那一定要找一个最美的咯，最可爱的，最迷人的，有没有女生？哦，声音好听最重要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谢谢你啦，好。对，不要担心，我会给你稿子哈，你等一下可能就帮我念一段。之后就会由四组啊，他们去做演示的动作。好，那先回来想到什么叫做迫切的危机啊？有没有人可以先跟我说他现在迫切的危机是什么？有吗？别跟我讲男朋友不爱我。很想上厕所，对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。还有没有？对，查甫人。过了30岁吗？会不会太……哈哈哈！对，掉头发，还有吗？什么什么？金贝秋，你说什么？我想说这样不行，这样你的另外一半会不幸福。还有吗？好，我想每一个人自己心里都有数，都有知道能源，你目前的危机，但是我希望等一下我发下去的卡片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表示，也就是你认为现在环境中、地球中到底有哪些危机？所以每一个人等一下会拿到2张卡，你如果想要多一点也可以的哈。会有2张，一张是红色，一张是绿色，知道为什么？太聪明了，你有上过绘本对不对？有吗？没有，我问一下，这一次有上过就是之前的绘本的那个主妇联盟的课程的，请举手。这么一点点而已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那一样没有我没有错，红灯行吗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绿灯是可以行的，所以我给你2张。好，等一下也是有用意的哈。你绿色的部分帮我先讲红色，对不起，红色的部分帮我写上你认为目前环境中遇到的危机。OK，你可能觉得是温室效应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。那绿色的部分嘞，就是写上你认为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去做解决动作，懂吗？也就是。有了危机，你要怎么去解决？OK，所以每一个人
人都会有一张，各一张，也就是你手上会有两张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组配。我是大男小孩。你也是，你。就是我们要到学校去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大人小孩。大人还是小孩，都可以啦。对，你要当30岁的男人，还是要当10岁的小男孩，都可以，好吗？好，每个人手上都会有两张哈，那尽量写中间一点哈，因为等一下它会，你可以自由去把它裁剪成你想要的形状。记者小红。
再回到主播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人情冷暖嘛，已经有四个人被原子弹炸死了，但是居然还有路人在那边袖手旁观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新闻交给下一则。非常感谢哦，这个新闻。第二个新闻是刚刚那个新闻比较像盒子吧，不像原子的。好，下一则新闻，请预备。这一则是手语新闻，完全没有声音。世界自然基金会警告，今年生态超载日比去年提前两天到来。8月20日是2013年地球生态超载日。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向全球发出警告，尽管2013年才过了7个多月，但人类已经用完了今年地球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总量，也就是说在剩下的4个多月里，地球进入了生态超载阶段。在生态赤字的状态下，我们将透支自然产品和生态服务。我们现在 连线那个现场记者帮我们做现场现场现场记者，我是现场记者苏明。我现在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火力发电厂的现场。哦，哇，烟雾弥漫，哦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你们看到吗？我在哪里？烟雾弥漫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路人。赶快，请问，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呢？我自然在咳嗽，你说说看你现在对这个环境有什么看法？我口罩脱下来就挂了。听什么都听不到啊！现场实在太混乱了，我们要抓到另外一个同志。请问一下，你现在有什么感觉？现在的空气品质真的很糟，只能躲在家里，在家里又要开冷气，电费越来越贵了，怎么办？够了，我们真的是受够了。现在，我又有两位路人出现了。请问你们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没有资源了，油电双涨啊！而且又停水，我3天没洗澡了。真是太可怕了！什么安然消魂掌、油电双掌才是最可怕、我们现场还交还给我们的主播。是的，生态超载日真的已经非常可怕了。那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播。好，非常感谢这一组哦。好，来下一则新闻是：沙漠下起雪来了。
这个主播现在在潘安娜天文台，因为上澳洲下起大雨，所以的话现在天文台是停止动作的。然后而且发生土石流，我们看一下土石流现在流动的状况。这土石流造成1000多户的民户被毁，2000多人无家可归。那我们现在访问一下无家可归的一个居民。我准备去投靠别人。啊，我的家都毁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现场还给主播，谢谢。下一组。